在还没有发展到吉他最远古最远古的时候，其实乌德琴就是最远古的这个弹拨乐器的开始。真的吗？就是我去伊斯坦堡买了这个琴，第一件事情就是写了《活着写诗》这首诗歌，在我还没有学它的时候。那时候年纪更小嘛，比现在就是再小十岁，所以心境上什么也有点不一样。然后我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一个 hostel 里面写的。条条弹雨里混着书，在咖啡的苦，在偷渡客宇宙星下午，偷渡客在。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句，这句是后来隐匿心加的，在黑暗里。写白红红的诗，满载我把日复日撩人的那钻石广告，在祈祷。他是不是很想上镜头？他想要看，啊、他也想要视讯。他就是被退养的，太吵被退养。嗯，啊，你要不要上来？好了好了。因为这首诗有点像是一个写诗的明细表，这是第一本诗集的第一首诗。因为它有点是一个开宗明义的那种感觉，就是我现在还活着，我就要写诗。像你刚刚讲到这个是写诗的明细表，那我就会自己会觉得说，那我应该在履历表一直到在黑暗里写白晃晃的诗这一段，我就会觉得我要留多一点空白。诗其实最有趣的是它的完成它是永远不会完成，因为现在有别的人再来读，它又是另外一首诗。我自己的想象诗是在一片辽阔的宇宙里面，然
然后有一个读者读了它之后，那首诗跟原来的样子不一样，他读了之后，然后又 重新做了诠释，那他又是另外一首诗。除非他有一天他完就没有人再读到这首诗，他就结束了。但是我看了 Bob Dylan 的传记，他写说他觉得一首歌的生命是从他发行的那个时候才开始，好像作品就是此时此刻当下最真实的一个创作者的记录。那那个当下我们觉得怎样是最好，那他就是这样。我在上一张作品里面也写了一首日本诗人谷川俊太郎的诗，然后那首诗就叫《活着》。闭着眼睛去弹钢琴，然后我给自己很多限制，比如说我只限制自己只能两只手指头固定的一个距离，一个代表舒逸，一个代表阿中，两个舞者以同等的距离在琴键上面移动。轰隆轰的一个很低频的震动，我其实是很想盖出一个隐形的黑暗中的一道墙。创作真的很不一样，就是我觉得它好像就是我对音乐对声音很多不同的想象，在诗歌的部分是有一部分可以这样诠释，但是另外一个部分我觉得可以透过剧场的方式，透过不同的形式来把它呈现出来。说怎么会我会做这么差异性这么大的东西，那我觉得有一个，其实在这么多不同的声音里面，不管是比较偏可能大家会觉得比较民谣或是比较 acoustic sound 的单纯的乐器跟人声歌唱，或者是像这个是比较实验的在剧场里面的，用很多效果器，或者是用很多现在更多使用数位的东西，或者是我去采集声音，采集的这些声音之后，我再运用这些 sample 再去再制变成音乐。我觉得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共通点，就是我觉得我是把
所谓的听觉变成一种好像我表达我沟通的一个媒介。那我觉得那个感觉比较像是作家是拿笔来写字来抒发来表达，那我就是用声音用音乐。这台是我之前在师大那边的时候发现它的，那时候老板就是要把它拆掉拿去卖钱，我就弹了一下，我就觉得声音好好听哦，我就有点舍不得。这段很好听。在我做了那么多各种不同创作，不管乐团、剧团、剧场或者是电影什么，但是其实我心里觉得最靠近的本质是诗歌。以前小一点的时候，都会觉得一首歌是不是一首诗歌，是不是可以改变世界？我觉得诗歌真的是。一支笔 一把吉他，我相信它还是可以有这样子的力量，可以鼓舞人心。我觉得我好像试着怎么用一把吉他跟自己的声音去回应，就是诗人写出来的这些字句，然后我觉得那个感觉是投射，其实反而是投射比较多的自己在里面，就是那个投射是我好像也从这个字句里面去想，那我是怎么活着的每一天，我在经历什么。有一种好像十年前跟十年后的自己做一个对照跟回看，然后我又希望这中间可以有一个连结，所以后来我选择的是，我希望还是维持着，我好像很难跟弄这个 melody， 它好像根深蒂固的就植在那里。但我做了比较大的改动是，我让它从本来的乌德琴变成了我其实贴我最近的吉他这个乐器。乌德琴的调弦把它放到吉他上面来，所以它跟吉他的 tuning 很不一样。二三拍的，哒哒，嗯哒。
重的时间，老树的愿望，在极痛的口沫混合着血。二这边，我觉得我的构想是它比较有点像，好像大家听到这段的时候，好像陷入了那个时间的流里面，这样在转。我就会觉得好像那每一刻每一秒钟都会闪过，好像在我生命里面就是很多记忆非常深刻的那一个瞬间，那个瞬间都是很饱满的，是你会深深刻在心里面的每一道一道的痕迹。我读了那么多次隐匿的或者写诗，我觉得它还是跟时间非常有关。我觉得最具体的是像在一片落叶的时间写诗，可是我觉得即便是他提到病历表或者是猫咪送养切结书，我觉得这些都是对我而言都是很有时间感的，好像它就是离我们生活很近，是就是迫在眼前的事情这样。因为也是这样整理跟回看的过程，所以我找了我2014年去法国拜访，就是阿多尼斯，我跟他对谈聊天的过程里面，问他关于时间的问题。我那个提问是：诗人是不是有感受过？是不是有曾经有过那样的经历，是觉得时间没有往前进也没有倒退，时间就停止在那边？他说当然有，而且也是很常会发生。那个通常是在你很热切的活着的时候。你看这段在梦里醒来，在阴暗里写白晃晃的诗，满载火把与风与燎原的钻石广告，其实这个就很像在淡水河的一个，这是隐秘的，他生活在这其中。那这生活在其中，他说他好像时间的伎俩，有在甲虫的时间，老树的远望，在鸡童的口沫混合着血，在小女孩的那个火柴，他在这样的一个时间，不同的时间度量，他用诗的方式想要抓那个时间的那个度量，可是他最后回归到他自己。他相信的一个安定的时间，那他是时间的感受，一定有他自己的，像那种生老生嘛，老生可是也会有一种智商或是感慨，就是所以他讲活这些诗嘛。在一颗小星星底下写诗，在一片落叶的时间。
说，在哈密瓜的蜜爱与冰的爱，在偷渡客与走私香菇，所以我们先试走一个嘛。嗯。Les très grands hommes qui peuvent arriver à ça. Pas